怎么为客厅挑选合适的电视柜呢？搭配上选择百搭的白色金色把手，配合波浪纹的柜面，整体整洁大方，柜面宽敞，各种设备都放得下，放上电视机，观影感 up。 有抽屉，有柜子，零食和日常用品分类放好，悠闲地窝在客厅放松。30厘米的宽度既不占地，容量也充足，方管的金属柜脚承重非常好，一点也不摇晃，便宜好用，美观大方，选电视柜就选它。